中午12:15。优惠优惠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耶，我在这。哎，居然可以这样子好好的吃饭，坐两人的座位。好开心，好开心。真的太难得了。我昨天很顺利的把我的午餐自己解决了。哎，我们真的整整4年半，真的没有这样子，就是很安心的这种感觉，很偶尔，对，几乎没有，真的，因为那种感觉又不一样，因为你短暂交给人家照顾的时候，你心里还是会很忐忑啊。可是我们经过了那两天，就是前两天比较忐忑的心情之后，今天好像又心情又更不一样，舒畅了不少。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去学校了，然后我们突然就有空闲的时间，然后不用盯着他们吃饭，不用要想要他们要吃什么，突然就是哦，突然觉得真的是。突然懂那种妈妈就是送小孩去上学之后，然后失去一切那种感觉。其实有一点点小空虚嘛。对，真的真的，就是一直很忙，一直很忙，一直很忙。突然，哎、欸，突然没事了、欸，我没事做了，怎么办？哇，真的很难得，我们真的可以有机会这样子好好吃饭。这算是我们送小孩去上学之后的第一次这样出来吃。小确幸。对，哎、欸，这样以后代表我们真的常常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很棒啊，这样很好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是来吃和牛酸，我们刚好来这边刚拍一个那个神清显的定制西装。 对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影片，我们做了好久了，已经做了2个多月，很久，对，终于快好了，这影片拍了2个多月。不过应该一般定制西装流程就是这样了，对，而且很期待做完之后第一人生第一套顶级的超顶级的定制西装。差一点的位置哦，没关系，对，可以，完全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客人还没进来，先买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这边请。不好意思，老板。不会不会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刚好去拿菜。我们点了一个昆布跟寿喜，哦，两个都是我们喜欢的。这个是昆布。好。终于有机会来朝圣。其实前一阵子都很懒得带小朋友出来吃东西，也还是有点麻烦。红色的部分呢，就是黄牛，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吉祥牛牛雪花。好的。对，然后这边的部分呢，是我们安格斯的双酱，那这是我们安格斯的雪花。谢谢。好的。牛牛的部分等汤等上去3块5毛8分，去都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等下让示范来跟我们说。谢谢。你要去拿菜吗？好啊。我们点的套餐是658的套餐，它好像最贵是700多块，我们是点第二个，然后。插在那个极上和牛 A5，嗯，好像啊，双酱和牛，对，极上，然后跟那个是盐炙烧和牛的握寿司，哦，那个我好想吃哎，对，那个是一个是吃到饱，那一个是有一个这样子，所以还是吃得到，好，还是吃到，吃到就好，吃到就好。去拿菜，拿菜现在我们第一次来吃哎，所以它是吃到饱，应该是这边都是吃。然后来拿自己拿自己要吃的菜，哇，好日式的感觉哦，好漂亮。哇，感觉很不错哎。我们上次去吃那个王品的那个烧肉，我觉得也很惊艳，哦，肉翅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刚看到用这个，我好想用。鲜肉姜冰淇淋跟海鲜姜。可是他刚用那个小碗比较精致可爱的感觉。好可爱哦！先吃一个看看吧。哦，那你要海鲜吗？好啊，各吃一个看看。这样才知道喜不喜欢，然后再才可以一直拿。Yes. 一人一个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可以啊。
然后这边还有饮料吧，有冰沙。面面也是可以吃到饱，我有冰淇淋耶、欸、冰淇淋是等一下的事。哇，真的好爽哦、喔、真的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们居然可以这样好好吃饭，慢慢选，然后不用担心说小朋友坐在那边。而且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来夹菜耶、欸、啊，好爽，不用轮流。太爽，之前轮流的时候我都觉得好，我要一点小白小白菜、啊、不要太多，一点就好，一点就好。其实我现在也吃不了那么多，我也不想吃。发现我年纪到了，糟糕了，没想到我有这一天。我还好，我应该每个都可以吃吧。要吃玉米吗？玉米水。一只，我一只就好。哦，有泡菜，我要泡菜跟洋葱。好，可是要拿另外一个盘子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小碟子。你要帮我夹洋葱吗？我要这个。洋葱你要不要另外一个自己一碗？不要，我一点点就好，我夹在寿喜烧的。哦，好。它是要煮的，对啊。干嘛？可以啊，先这样。搭配牛肉应该很赞。你的、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千万不要留给我。哇，它这边还有咖喱。吉上和牛咖喱，然后白饭跟豆燥饭，面类在这边。哇，刨冰跟双麒麟都有，他自助饭很丰盛。好，我差不多可以回去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啊，有酱料不行，我要拿酱料。等等。哦，握寿司来了。刚刚说的那个，你说这个月寿星有九折？对，他跟我说这个月寿星。看一下。然后他提起这温菌，他还会送这个什么三兄弟。哦，哇，吃不下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要吃吗？我先舔了。哦，可以啊，我是还好，我没有很喜欢吃。其实也很好。那三个我都没有很喜欢。就水晶饺我可以。嗯。还是等一下跟他说。感觉水晶饺就很容易饱。我喜欢那个酷酷的那个皮。嗯，我们总共是两个人吃饭，我可以吃垃圾食物。哈哈哈。冰冰沙，以前都要吃饭完才能吃。嗯，哎、欸，你的和牛握寿司来了。嗯，在这里。至少看一下我们多少钱。我们是658的套餐，两个人是加服务费1448。那如果打九折，就是不用加服务费，所以是1316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好好吃饭了。对，好棒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去接小朋友下课，真棒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来。但是我们下礼拜有一个全新的挑战，就是哥哥他们学校，我们第一次参与到就是学校办的万圣节，妈妈的第一个战场。也蛮有趣的、啊，可以终于可以跟大家一起玩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不能参加。对，可是小朋友可以，就是他们是说那天可以穿便服。然后可以都装装扮，嗯，那一整天都会穿那个装扮上课，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又要再去买新的装扮，对，等一下来做，回去妈妈可以来好好的，第一次要超用心，对，第一次一定要很用心，对，因为我们也只剩下两次机会了，因为明年就大班了，对，哥哥只剩两次机会，就是今年再就明年就最后一次，所以第一次要很用心，最后一次要很用心，所以两次都很用心。对，那上次其实我有给大家看那个妈妈做的那个神奇宝贝，对，神奇宝贝。结果我们上次去六福村，很可惜，就是下大雨，毁了，全部毁了。哎、欸，做那么久，做那么辛苦，做那么用心，没穿到就毁了。然后很多巧思都还没跟大家分享介绍到，结果就被雨水淋烂掉了，真的很可惜。不过我们救回来一些，嗯，救回来一些。好，这次我们再来做一个。好了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拜拜。